时代。喜剧演员平常嘛，对不对？都逗乐观众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在台上也要逗乐喜剧演员。那喜剧演员的重点就是不能笑，但你们是可以笑，知道吗？那你们也可以逗乐观众，就逗乐台上的喜剧演员笑啊，不要互动太多，知道是吧？台上一直疯狂讲一些笑话，不是这样玩的，对不对？这游戏还是我演，你只买票坐着这样子。我们在那边听，在那边听，在那边听。对对对，你不要把自己当 open mic 站起来狂讲。好，所以待会呢，我们就来这个挑战一下。OK， 那今天的挑战者刘向已经准备好了。OK， 我挑战者，不要现在才知道样子。好，那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有这个校场教官，校网教官请出列。搞什么东西？吵什么吵？是模仿秀吗？是模仿吗？我已经不是段子小童了。对对，这个康哥还是帅多了。太开心了吗？对，你丢了一个麦是什么意思？好 ，OK，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校场教官就是负责来抓我们。如果不要那么近，不要那么近，好不好？如果他看到台上有演员笑场了，他就必须进行一个动作。太大声了吧？然后呢，你会讲什么？进而笑场。好，他讲出这话，我们就要进行惩罚。那我们的惩罚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每个人身上呢都有准备了电笔。OK， 这是真的电笔，来，我们来试试。我拒绝。哎，我没有笑啊，我没有笑啊。我没有笑啊，我没有笑啊。OK， 哎，静儿，你看，你进来看过来。OK， 没有 ，OK， 好，不要过来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这是一个垫笔。那本人呢，因为一直不敢不尝试，好不好？那来帮你了，好，帮我了。然后我们还是测试，我们测试一下真的有垫。我们一起，一二三。为什么要一起？我没有笑，我说我是来宾的。谁他？快点吹他。没有，奶奶。不是。你看，这样观众就知道我们真的没有啊。看着可以退票啊。好，那这样问一下，有没有现场不怕电笔的？没有，帮我们试一下，真的有电的。你看没？哇。演一下，拜托。不要讲出来。好，来电击棒拿上来。真的有电了，你要真的要试一下吗？好，那你上来，我对，你要上来，对对对，那个反应喷进去，对，你反应，你要坐上，你会演吧？对不对？那种录音场，你知道我是不是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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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校长教官，因为他本人不怕电，来试一试。因为他本人完全不怕电，你看超无聊的吧？他本人完全不怕电，所以这游戏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好玩。对啊，我们两个是大叔了，我们俩超怕。你以为平常回家在干嘛？都在充电？不要，不要。好，那我们请这个校点教官就位 ，OK。好，所以等一下他吹哨讲出谁的名字，我们就要接受惩罚 ，OK？ 好，那今天这个故事是什么？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今天还是有个小小的剧情。那这个刘向跟陆可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的这个偷笑场的来宾 ，OK？ 他们要进行不准笑的挑战。那他们呢，其实也不知道等一下要干嘛，他们只大概知道了一个剧情大纲，就是可能等一下会演什么。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，但你们都知道。哦，当然了，这太过分了，因为我没有要笑，太过分了，我很怕被电的，我到现在都不想按这个东西。好，来跟大家说，不用不用，我不要那么害怕，没有是不是？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剧情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不知道啊，你跟我讲吗？不是啊，我说我们稍微让你知道一下，等一下要演什么。那刚这个空白怎么回事？这个空白，快点啊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要演的环情景是什么情景？不是，我就不知道啊。好，等一下呢，他的角色呢，我不是有小牌，我的角色啊，对了。两个互电什么？交杯电有太难了，回去不要玩这个啊！你的角色是？我的角色是我要见女朋友的爸妈。好，这见家长，仅此而已，其他都不知道。然后呢，他这个跟他排戏的是小笼包是他女朋友，然后一起为什么一副不知道的样子？我们只排了一分钟的，对，只排了一小段戏，他要带着这个女朋友带他回家见家长的一段戏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就要听到这个声音。
好，台上的演员就不能笑，就不准笑的游戏就开始了 ，OK 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没耶。不行，给我准备好，那就不要问了。单位小孩子邀了快半个月之后，我们才跟他讲说，哎，我们演出的时候会玩电笔啊。他说，我有同意吗？对，啊，录音厂的蔡官到现在还不知道哦。哎，还不知道。哦，那就好，心理平衡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就开始节目了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待会就要进行到我们的愚人这个笑场，偷笑场。啊，六点。就要见小龙的爸妈了，怎么办？等一下怎么介绍我自己啊？试一下好了。伯父你好，我是傻孩子的刘向。你说你是谁啊？果然这样讲不太好吗？那不然这样好了，伯父你好，我是傻孩子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知道了。哦，这样就可以是不是？哎呀，好，再联系一下。伯父你好，我是傻孩子。哦，这样子啊。伯父你好，我是傻孩子。哦，这样子啊。伯父你好，我是傻孩子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哦，可以。哦，对，好，那就这样子，。好，不是啊，小龙怎么还没来呀？我都约很久了，我没代表哎，我在干嘛？真是的。哇，怎么还没有出现呢？小龙，好久哦。哇，我很紧张哎，小龙。一直叫，赶快啦！不要拖。为什么没有脏话吐槽？不要教官可以讲脏话。哎呦 ，baby 在干嘛啦？哎呦，不知道啊，我怎么跟你长得不太一样啊？这跟笑我不太一样哎。你这样特别打扮哎。哦，我看得出来啦。变金色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特别去染的。而且你怎么变男性化了、啊？我吗？对啊，就不太一样啊。你乱讲！啊，你不要这样碰我，这样我很害羞哎。快点拿着。哦，师傅拿着。等一下送我爸。啊，他超喜欢这个。送他吧，我不用打开吧，对不对？不用。哦，那就好。你在害怕什么？我没有在害怕什么。OK， 麻烦你，我真的很紧张，真的很紧张啊。紧张，放轻松，深呼吸，放松。我跟你讲，我爸妈一定会超喜欢你。好，我现在这个都不在乎了，反正赶过去，赶过去。怎么走？你为什么今天都不看着我？对不起啊，我你怎么把我家门撞开了？我不用，不好意思，进来就好了。你进来了吗？你坐我这边吗？没关系，你进来。所以我刚刚在你家门口练这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不会不知道你在干嘛、啊？坐下来，那个东西放旁边，我看一下怎么其他人都看到没有。哎 ，Look， 你怎么在家？你今天没有出去玩哦？来 ，Look。小仓鼠哦，这样子啊，超帅超可爱的。不好意思，我眼睛不舒服，我可以拿到眼睛吗？你为什么一直把眼睛闭起来？因为你们家的光很强，不好意思，光好强哦。好了，我跟你讲哦 ，Look 超可爱，你可以撸它，你可以把它这样拿起来，这样撸它。你还可以撸它的手掌这样。
你可以撸他腋下我看看吗？因为我不会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宝贝，再拉我。可是他的腋下有点破洞。宝贝，你是爱我的。入口都叫。谁借的啦？哎，不，你讲话，你的小偷出去讲话，哎，你有听到吗？哦，有啊，好恐怖哦，就这样子哦，好，一点点味道而已。哦，那就好了。那你试一次，你录一次。我也要试一次啊！我刚刚录的整套，你叫我做什么都要在那边。不是，鼻子过，我鼻子过敏，我鼻子过敏啊！来，你要先把它举起来，把它举起来，把它举起来。怎么举得起来啊？再把它怎么样？然后举起来，然后胸部那边录它。你不要放这边，这边很恐怖。好，录他。好，手掌录他。我在什么夜店？是不是夜店？我在什么光头店？是不是啊？手掌超可爱，录他手掌。还有你最喜欢的腋下，你刚刚最喜欢，你最喜欢那边了，快点去。他会操作才艺的，你看啊，来坐下，握手，你看会操作才艺，而且不止这样哦。来，去拿你玩具，快点拿玩具过来。我跟你讲，你也会才艺吗？我不会。哦、我跟你讲，你过才跟你交往的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他会很多才艺，你看。没关系，你先，我们拿完他。第二先笑，来，第二笑。超多，对，看，试试，来，看。哦，很好听耶！哦，听到。全部都叫了啊！跟着都叫。他本来说他出来会吹一首什么蓝调的歌。好了，乖乖，你坐。好，我也坐吗？我也坐，我去叫我妈，快点，快点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我去看一下我妈。好，妹妹，你刚才你不要，没事。你们俩在聊什么？没有。快点，来，吃水果。很好听，非常好听的。真的，你是不是不太会？你可以再一首吗？可以再演奏一首吗？我以为没有台词会比较容易。好了，等一下在我爸妈面前好好表现哦。你爸妈呢？怎么做他？这不是你爸妈吧？不会，他是小偷。回来啦！你看我妈，我就说我妈因为超喜欢你，你看她。伯母好，伯母好，伯母好。很像哎。没有了，哎，一点点啊，伯母，我男朋友留下，再留下，你好，哎呦，露露，好可爱哟，来，妈妈亲，妈妈亲，不可以亲啊！你们养多久啊？我养8年了。哦，这样哦。那不要问那么无聊的问题好不好？对不起。哎呀，我还没有跟你好好。对不起，我就是来了。哎，以前哦，静儿常常跟我提过你呢。说你长得瘦高高小龙啊，记错了。妈，我叫什么都乱叫名字。哎呀，不重要，你的名字真的不重要。反正啊，他以前都说你瘦瘦高高的，留一个络腮胡，很像金城武哎。今天你看，太过分了。啊，他不要聊这个人。太过分了。那个是小虎，不是他。啊，讲错了。小虎是谁？小虎是谁？一起可以讲过。好了，你不要怪他啦。
女儿比较爱乱交男朋友，比较爱乱交，不好意思，那像不要生气，你不可能因为生气就离场的，所以不要加这段。错，可恶！我有问题吗？不是跟你讲，我妈说坐啊，坐地板三秒再坐到椅子。对呀。啊，对不起。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坐下来了。拿一下，你不知道坐下来是要坐地板还是坐椅子？好的，没有，不要怪他。不是，对不起，我不再怪他。你女儿真的很漂亮，你女儿漂亮啊，大家都说她长得像那个郭雪芙。真的，哇，好像郭雪芙哦。对啊，我生的哎。坐啦，赶快，你不知道是我妈这个。要礼物啊？对，哇，特别这个小的不成敬意啊，不好意思。不会，来，有送都很好哎，谢谢你，我看看，哇，面膜，是不是？你看我母那个打底下皮肤啦，怎么样？我脸怎么样？没有啊，没什么。我脸怎么样啊？为什么需要面膜？我母很漂亮啊，没有，我是帮你们家上打底皮肤啊，她太胖了啦，太胖了。她哪有胖？对不起，你干嘛？那我用好了，送还我好了。来啦，没关系啦，好啦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以后讲话注意一点。对不起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不要怕被电锯不笑是吧？这游戏怎么玩啊？好，收到了，笑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这看起来很好用啊，谢谢你。然后现在去试用。没问题。这边用，啊、这边用吧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去洗个脸啊，哪有人这样带我？我要做记录了。你坐下来，等一下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也是教官之一嘛。啊？你哦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会不会讲话？一来我家这样乱讲话。喂，真的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是不知道会这个样子。哎呦，我今天烫的头发一直往后。小姐，你不要这样。你这个很特别呢，我用好了，我看他这个怎么用。面膜啊，就是这样子哦，颜色哦。对，这个是最新的，不然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妈，你是在用？这样子对的，我靠，好笑。哎，过去了，哎呀，哎呀。没有，你这样真的可以哈。这样很美。对不起。来了，算了，你都在讲客套话。没有，那个阿姨，你知道你撞到牙齿了吗？姐，我刚跑去哪？我跟你讲。
姐夫去逛街啊。你又去买东西哦。对啊，我买了好多。这是我男朋友留下。你好，是照镜子吗？是。好。刘先生。你们家的怎么说你不一样了？就是我今天特别去懒嘛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坐下来，坐下来。你好，刘先生。怎么称呼？我叫做刘夏。姐，你去改名哦。他也很喜欢。啊。坐下来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那我就坐下来。啊，你坐。好的。嗯，我弄到你。没，啊，你刚。番茄，我姐超爱吃番茄。小龙，让我听完。好，姐，你说。房东啊，房东，我天天上学去了，姐夫你好，这个他是谁啊？你妈啦！这是骂脏话还是说打自己的？那个刘刚烫的面膜了。哦，抱歉，我送的面膜了，送的面膜很棒吧？很棒。哎，对，刘刚老公衣服，刚刚新买的，直接穿上去很喜欢，很好看呢。对啊，怎么样？好普通啊。哎，妈，哎，这个是有设计巧思的，对，巧飞丝。纽扣怎么样？纽扣是很精致的那一种，很一般哎，我这脸比较特别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转一圈给大家看啦。399+499，差不多多少？900。八百。900吗？900了。好了，不是要吃饭啊，还有谁？爸爸，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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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，
阿妈，你那个面膜是？我靠！他牙齿这边咬了多大？其他全部都要垫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没有没有，你为什么一直躲过？偷吃吗？一二三，旁边，不可以这样让我们笑，真的没有。啊我们这样很配啊，阿妈，你那个面膜很特别，很特别啊，刘翔送的。不是，他在喷粉，你知道吗？讲话有烟。我想偷笑。然后给我偷笑。哦，你是啊。哎呦，不要那么不正经了，不要再笑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才不正经呢你。坐下来了，我不知道在敷你面膜。那、我们来玩那个对看十秒，看谁先笑谁就输了。我喜欢喜欢。一二三，啊啦啦啦，进一个。停，小红帽，头上。所以这个游戏是你们家是祖传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番茄。你养野猪，你知道吗？小红帽，小红帽，就你啊。爸，你不要那么激动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再吃了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爸，没事啦，没事。介绍我男朋友，真的哦，刘翔啦。你是谁啊？刘翔，刘翔。太过分了！哎呦，一下就好了，来。好了，你不要激动了，你坐。爸就是这样了，不要再擦。我男朋友啦，这你留下，不用擦。我的面膜就算妈妈而已，怎么爸又用了？爸爸，我放在后面，爸爸就用啊。我妈什么东西，我爸都要用，这边用啊。啊，有了，我女儿那个小静是吗？对啦，小荣啊，你忘记了是不是？小荣，张张哎，有给我看你的照片，我觉得你发型好好看哦。没有啊，你看整家人。钱跟你一样的，我还没去染。怎么没有啊？没有，我不喜欢你那个头发。你不喜欢我是不是啊？我喜欢你，但你那个头发真的我驾驭不了。哎，不过听说你是那个什么？喜剧演员，脱口秀的，没有超好笑的。跟我们一起。是脱口秀，不是两个人一起讲。相声啊。对了，相声，超好笑的。有那种都特别好笑，很爆笑，超好笑。你们说就好，你们说就好。什么？他们是叫什么？叫什么？那个笨孩子宅配。哎，没错没错没错，笨孩子宅配，傻孩子地下室，你记错了，笨孩子宅配，他这样送得到吗？没有，笨孩子宅配啊，对啊，这样送货送得到吗？不要看我的影片啊，有个丢脸的，就是这个超好笑的，超好笑的，你们来看这个，看这个超，我跟你说我们笑点很低，我们喜欢这个，你们看影片，超喜欢，超喜欢，安静安静。歌很好听，啊，那个不用，没那个无版权的。好笑，好笑。集体惩罚一下，好了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起啊，要按到底哦，按到底，好了，一二三，啊！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讲，
效果看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太过分了、哦，而且他们等一下还要大合照。啊，掌声！